加油！跟大家报告一下，这里是我们所有原住民的这个精英饭店的厨师，他们呢地震之后呢自力救济，在这边开便当店。谢谢谢谢。东仔要多加油了，地震以后哈。一定，我们在我们的脸书，还有我们的好朋友们，还有议员，还有市长们，一定都会跟部落的族人讲，都来这边来支持你们。而且刚刚非常好吃，我告诉大家。米粉也好吃，臭豆腐也好吃，最棒的是辣椒。然后他们的菜色哦，咸不油不腻，但是呢，非常的入味。用满满的爱在做饭给大家吃。谢谢。加油！来看一下菜色。你们辛苦啦，加油，好不好吃？好吃，对不对？老板又好，对不对？你看多好吃，都卖光光了。好吃，你们好，我是高金素梅。棒啊！要给我们那个原住民的厨师多鼓励哦。啊，很厉害，都不会老嘞。真的不会老哈。好，谢谢，大家加油。拜拜，原住民加油。这是原住民的宝啦，谢谢，雅尼的斜对面，凤凰林食堂，一定要来吃哦。